青云依稀白霓裳，举长使兮射天狼，这可是屈原的大志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大志？你射个天狼给我看看。我看只是空有大志，却无用武之地，只能悲叹而已。你怎么知道屈原空有大志？他若真有识才，他就应该为民请命。他的诗中写了那么多雄心壮志，但是他做了吗？他做到了吗？别人不让他怎么做？他只能在家里写诗。我告诉你，屈原只会憋在家里写几首不知所云的诗，他什么都不会干，什么都干不了，他就是一个窝囊废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许侮辱他。姐姐，哥，你干什么？不是说过了这次不可再动手吗？是他动手在先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吃亏吧。这些贱人小，你让开。没事吧？都是你，臧马星，每次碰到你都会碰到倒霉的事。王大哥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别打了，都是误会。哥，算了。可是我说过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哎呀，你先别说了。哎，这个姑娘，一切都是误会，我哥不是有意伤害她的。走开啊！我说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？走吧。可是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哥，甭管他们了，走。哎呀，快走。走吧，王大哥。哎呀，快走，快走。